想袂到一零甲晴天，竟然发生这么奇怪的代志哦。爸刚刚甲你讲过工作上的代志，恁爸无讲真少，结果伊就讲到南主北江，因两家的老祖先吼，有甲这才子有约束伊的啦。即马状况拢发生啊，阿爸讲迄个这才子奈拢无出现。爸，你是出差啊？所以明仔载不改婚礼，应该是袂去参加。敢讲一个人秘密在闭室内面有什么事？哎呦，真正是吓死人！想袂到这厨房内底竟然有机关，你找出来人，我把你叫出来。甲结婚证签签的啦，啊！你若签了吼，就会当甲恁查某囝、查某孙，还佮有囝仔孙，三代啊，永恒地久，永不分离啦。应该就是这件。内底有可能还佮万条的人，大家细去。一时气佮袂了顶啦。开关，你马上就过年就会爆炸。甲连凤姐还有紫藤先带出去。林清应不敢违背陈金良的命令，去带饭菜客，那拢是我在后边偷偷的栽弄的。等下再拜，那跟俺也有关的。朱信雄，你快来讲我什么？用杀罪破坏别人的风水，来欺我大家大运。一口气，我绝对吞袂落去。我就惊出你迄阵啊，去让杜氏的迄情形，搁重新来一遍。杜氏，你叫袂起啊？是，怪阿爷就是客白，客白啊！你才是迄个真正的杜氏。